来自法国勃艮第产区以独特优异的酿造技术，并坚持全程酿酒产制，多年来获得无数红酒竞赛奖牌荣誉的 AOC 特级红酒，在今年即将到来的中秋节，台东市知名大酒店特别独家原装进口推出中秋节特级红酒礼盒组，提供给不想吃月饼送月饼的民众一个中秋新选择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知道，那个每年这个中秋节啊，收到月饼之后常常也是转手二手三手，那相反的这个红酒呢，也适合收藏以及珍藏的一个价值，酒是越陈越香。特别今年纳乐湾啊，还特地去法国跟那个酒厂特别来合作，然后为我们量身打造这一支的一个顶级的一个 AOC 的一个红酒，那非常适合各位如果要来珍藏，或者是来与最好的一个朋友来做分享，都非常的适合。那有限量只有3000组，那卖完就没有了，所以要珍藏的手脚要快哦。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到来，在送礼或自用的同时，也别忘了不要饮酒过量哦。东南新闻范又林，台东市报道。